今天好转剧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也算是五月的精品，六月的精品，就是，然后是《航海王》的艾斯啊，然后这是所谓的 GNEN 系列，直接念单音就对了，你不想管它了。因为我之前都把它念 G-man， 可是好像发现它好像不是叫 G-man， 我好像念错了。就是这个系列，对，很敷衍的，直接就是把它叫做这个系列。然后这个系列就是特色就是大，非常的大，公仔都非常的大。个人觉得可以跟航海王。精品跟精品系列的另外一个 女生系列那个 GG 系列的那个精品做 PD 啊，它不但大而且厚实啊，可以看到基本上分配的零件基本上就是像这样子，身体上半身跟下半身，然后一个底座啊，然后不会有太多的多余的动作，基本上都是站立的一个姿势，是这个系列的一个特点啊。但是这种系列不会因为它大，然后就损失它的精致度啊。个人是觉得这系列是蛮划算的一个系列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搜寻啊。这个售价大概300多块，基本上就是400块有找啊。然后它明显的没有装底座部分，其实也是可以装起来。我发现它穿的鞋子鞋底还蛮厚的，然后装起来是这样子啊。底座它的小刀部分其实它有附一个套子，避免它刮伤啊。然后永久指针的部分它也有做，因为它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在行动。然后胸口的 A， 不是胸口，腰部的皮带部分 A 是这样子。然后后面，给大家看近照，正面脸是这样子，基本上精品真的是没有什么好挑嘴的。然后胸口的肌肉纹路，侧面的肌肉，腹部的腹肌都有做出来啊。然后这是左手臂的刺青，萨波的 S 已经被划掉，不知道那个 S 是不是代表萨波啊。然后裤子是这样子，然后脚的部分，我是真的觉得，好，他们航海王他们脚部的画的真的都不是很好看。然后脸上，侧面上转一圈，比较可惜啊。如果他手右手的部分，其实他右手个人是觉得还蛮单调的。他如果右手部分多个那个火焰的零件，个人是觉得完美。然后底座是装在，应该是装在左脚吧？右脚能装吗？右脚也可以装所以左右脚应该好像都可以装啊。装好底部是这样子，正面上。侧面上转一圈，高大概接近27-28公分啊。然后脸的涂装上，就连雀斑，其实注意看它雀斑都有把它做出来啊，雀斑的涂装都有稍微把它做出来啊，算是一个个人觉得诚意十足的这个系列，基本上都还蛮诚意十足的啊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寻找去购买啊。今天影片就介绍到。